今晚真的是一天到晚闲着没事儿干吧？追我的追到男厕所来了，谁追你了？再说这女厕好吧？程明，你有没有魏峰学长微信啊？以后还想来逛逛的话，我陪你一起。魏峰学长长大的，但是他比我们家有志气帅。我就是红了十年的童星，其实你还是童星啊？你不知道呀。 范亚丽，你手腕腿也太好了！我练了十年芭蕾了。刚开学就有目标了啊！大明星，你也有喜欢的人？是因为我才来艺考的。你有妄想症吧？别那么自恋。哦，你之前做我粉丝的时候有我做过什么吗？我又不是你粉丝。程明，你不许脱粉。哦，我不吃。 再吃真的就成胖天鹅了。我再陪你练回来呗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陪你。以后在你的电影里能不能给我安排个角色，这样我好有钱请你吃大餐。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就是暖暖。你对我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你也喜欢程明吗？我喜欢程明。我好像喜欢上你。反正你不许喜欢他。你管我。 为什么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，脸这么灼热？程明，我喜欢你。不仅会让你得到你意想不到的财富和声望，还可以让你成为舞台剧的女一号。我想演女主，谁不想演女主？我就是想挤掉程明成为女主，就算没有你那个毕业的，我事业也一定会出来的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有病？ 都非得来找你惹你，是不是？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盛宇，我还是失败了。他现在接近你又是为什么？他的最终目的不都是想火吗？你为什么要欠我们公司？我为什么不能欠啊？他不是我女朋友，我们只是同学。陆诗琪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耍我！偶像和粉丝之间总是要有距离感。 我不应该混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是我喜欢你，我从大一开始喜欢你到大四，我喜欢了你四年，可是，在你心里呢？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我再也不是原来的幼稚期了。我知道，但我也不是之前的程明。